大家好，我是卡萨蒂生活艺术家宋阳，我以艺术作品去感动人，卡萨蒂以科技艺术作品去感悟人。觉得艺术生活其实就像我个人在绘画当中一样，其实我们都在拼尽全力的去要创作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感悟，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创作把这种自己的美学的标准去在行业当中建立一种全新的未来，就像把科技和艺术融合在一起的卡萨蒂一样。我们都在探寻艺术美学的融合，用生活和创作去感悟于人。我觉得首先就是卡萨蒂这种结合特别好，因为在中国很多的品牌更多的还是在解决很多传统的销售和生计的问题，但是对于卡萨蒂来说，它已经通过品牌慢慢的上升到一种跟这种精神美学还有未来品牌的方向相似的一个内容的入口，所以我觉得我们希望中国有更多这样的品牌出现，共同的把真正的好的东西，真正品牌 IP 和美学结合的东西能够诠释得更好。我觉得艺术的创作其实像一种把你生活当中的这种热情和这种狂欢的精神融合在一起，就像我们现在大家在提的像这种超级品牌日一样，很多的品牌愿意把自己的这种品牌的形象内容，包括它的符号、它的 logo， 跟我们在绘画当中的这些，比如说我们油画创作的这种笔刷，然后你的一个信号、你的一个形象整合在一起，让更多人去了解和诠释到这种所谓的像生活美学家的一种精神的发展的方向。在卡萨蒂生活美学艺术家中寻找未来的方向。3月17号晚8点，卡萨蒂天猫超级品牌日，上天猫搜索卡萨蒂官方旗舰店，和宝藏品牌卡萨蒂一起走进艺术，以艺术精彩生活。